我们多么希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，但没有帅，要速度。就算所有人都说你跳得真好，自己也会永远觉得还差一些。我觉得主要人在做喜欢的事的时候，就是只是会喜欢去努力去进步。愿我的努力能够促进我自己，包括一些。这次努力然后没有白费吧，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也挺难忘的。它有无数解法，但是我只需要一个。我的方式，我的方式。浴火不灭，涅槃重生。我要感谢这一路上一直帮助我们、支持我们。在舞台上好好表现你自己，你想。